这个酱香桂鱼的差别，就像钻石和锆石。外行看不出差别，锆石想成为钻石，就是一个笑话。尝尝吧。这份你怎么做的？这位厨师刚才是和我一起做的。他在第二次复炸的时候，把油温调高了，在熬酱汁的时候。 加入了果油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鱼肉和酱汁即使在那儿放了好久，不会粘连在一起。要是锆石又有光，锆石刺伤了眼睛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根据检查结果显示，过敏导致了神经元的坏死。隔离要多久？时间至少半年。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这半年要做什么？ 我要让玉轩拿到米其林三星认证，你先把我隔离了，然后你不能保证能够把我治好。千帆，你现在有病，有病就得治，你不能……你能不能别再说？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多糟？就是一个连味觉都没有的人，难不成要我死吗？肩膀放松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被切到的。 又一次被他这样抱在怀里，这个动作真的好神奇啊！我的肩膀一下就放松下来了。当人划过，肉质贴着刀锋裂开的感觉，原来如此微妙，都被常备放大的时间，一切都变得奇妙起来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患者在被发现以前有没有摄入过什么食物或者药物？柏拉松蓝抑郁之前，还没有给范导香薰灯。千帆，在林可颂过敏的精油里面，我们检测出了一种物质，是一种慢性毒药。它能慢慢的摧毁人的神经系统。我是虚伪觉跟这有关吗？还是额外加进去的？ 是额外加进去的，一共只经过三个人的手，三个跟我最近的人，其中一个人想害我，在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谁也不信。